捌记错，心情亲像风在飞。这礼物伤过重啊，我袂用收啦。这礼物哦，不是没钱自己买，我嘛出一半呢。我是专工为了母亲节哦，买来给你的，你就收下来了哦。你嘛有份哦。嗯。好啦，安尼我收来。多谢你啊。阿好啊，饭菜拢好啊，准备吃饭嘛。哦、嗯。姑娘。姐，我弟哦，你莫紧张啦。阮妈哦，只是看起来严肃，其实人袂歹，斗阵久啊，你就了解啊。姐，来。来，小林，你坐我边啊。坐落来啦，紧坐去食饭啊，坐下。母亲节就要到啊，啊，咱在座的吼，就今仔日是妈妈，就阮做伙敬礼，祝你母亲节快乐啊！嗯，啊，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其实吼，我这做妈妈的，要快乐，真简单啦。只要家己的囡仔平平安安，卖去惹着小人，去把着别人的是非，安尼就好啊。妈，这你放心啦，我已经离开是非真久啊，没发生代志了。啊，吃饭啦，来，小林，加吃一寡，收散啦。大家福林。妈，你安尼吼做偏心的呢？你刚刚硬才有巧玲，那没钱呢。我是留机会给你表现的，家己的人客，家己照顾。妈，多谢你替我设想，那呢我就好好表现。嗯。哎，先来。哎呦，拍什么？来，给加工啊。煮的菜真足好食，无啥啦，干那一挂家常菜。戴小姐，你莫气嫌吼。嗯，夫人，这汤真正足好啉的呢。嗯，这若讲到这个汤哦，迄就真正真够工啊。这蚵仔排骨酥汤，迄内面的排骨吼，你肉爱先甲洗过。啊，搁提起钱，蚵仔嘛是同款。啊，上尾啊呢，再甲蒜头、香菇做伙提起炖，迄真正吼爱开足侪时间嘞。原来是安尼哦，嗯，我看这尔好啉。你若要学，林刚，我甲你教。嗯。这位夫人，嗯，最近客大个。动作足济，对阮哥哥一直出手，啊！唔知你敢有听库桑讲过，到底是啥物原因？讲到这个客大，伊这个人吼，足神秘的，连伊做代志嘛是同款，连伊的下骹手人嘛无几个有看过伊的真面目。这到底伊甲哥哥有啥物渊源？我是真正唔知影。安尼啦。有机会我再问奎山看卖，伊若知影什么代志，我再跟你讲。夫人，真正足多谢恁这么斗相共，因为这件代志，我甲柯威真正足烦恼的。若是会当找着原因，
秀文给你化解，反正哦，会当还阮国家。啊，巧玲，一寡代志，咱私底下再讲，因为这个话题一点仔敏感。等下，若戴检察官无小心，就是我甲奎生、甲溪大有来往，才变作伊会调查的对象，安尼就唔好啊。食饭啦。妈，没事没安尼做的，你安尼讲哦，真实嘞。无要紧啦，阿姆只是在观生肖尔。在讲到你吼，为着要保护戴小姐，连我这个做妈妈的你讲生肖，你敢拢听袂出来？哎，迄无怪人你讲啦。生后生哦，以后若是娶某，就变某的啦。哎呀，妈，你妈你讲啦，永远哦，那是我上爱上爱妈妈，一世人袂改变。嗯。哎，我给你，母亲节快乐。戴美贤。我已经做甲有够清楚啊，希望你家己较有自觉，紧离开阮麦克，麦来破坏阮母仔囝的感情。咱做伙食饭，希望你会当来。你若是要来，我才传地址给你。吴总，你今日无闲，有咧交接无？无啦，是讲周总诶，你要找我，那赶紧走起来，要下来同电话一声就好啊。啊，就是有代志要拜托你。都会马上轻轻走一抓，安尼吼，再当表达我的诚意啊！你太过客气啊，什么代志？是安尼啦，我要招待国外来的客户，这是我真重要的合作对象，所以吼，我想要邀请像你这种手腕好，又搁见过世面的美女公关伫现场，斗三工，把气氛炒起来，安尼吼，我嘛较有讲代志，唔知啊，你是不是愿意卖我这个面子？徐总诶，我最近身体无啥爽快，恐怕无方便去应酬呢。芙蓉，我拢给你拜托啊，你讲唔答应，是不是讲袂得过？我伫你这间酒店嘛贡献袂少钱呢，大厅的条啊有一半应该是我管的。徐总诶，我知你真照顾阮，啊，不过就是我第一次拜托你，你真正要拒绝？好啦，我答应你。啊，不过我先甲话讲个清楚，我最近胃无爽快，医生有讲过，我袂当啉酒。好，这无问题。安尼，咱马上出发，好不好？行。多谢你哦，恁大家做伙食一顿饭，我放心啊。妈，老实讲，今仔日我是因为大通才过来。等下我上侪就是莫讲话，啊，不过请妈莫逼我原谅任何人，因为我做袂到。好啦，我了解啦。我哋大家安尼食一顿饭也无啥嘛吼。妈，过明仔一寡时间调整伊的心情啊，我嘛伫边啊，甲看看。好啦，阿婆你先入去，我到遮等大金来。
好，我甲伊讲一下。咱若无食饭的时阵，大家若阁无爽快，安尼嘛唔好，吼、哦。嗯，好，行，来看看咱要点啥。请到这宾利酒店呐、啊，啊，这镇店之花做伙来食饭，这真正是叫做不简单的啊。周总，你果然有面子哦，你真正是这宾利酒店的超级 VIP 啊。你安尼啊，小邀请一下，连这个大经理啊嘛，就要亲身出马。李定华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啊，我真不简单，才请芙蓉出宾，你一直甲亏，咱这顿饭，你若歹食要安怎？你放心啦，我袂因为别人凊彩讲几句话就取消。就是讲，而且周总啊，你这钱弄个开落啊呢？只要有钱啊，这酒店的查某啊，凊彩你要带出场，迄拢无要紧。不管你是要食饭也好啦，哦，还是食宵夜，甚至要甲伊耍啊通宵啊，食早顿，迄拢凊彩。周总诶。咱敢有需要继续伫遮听讲一挂五四三的？我想你的客户应该来啊，咱先去拍招呼，卖让伊等上久。好、嗯、啊，这嘛是咧讲什么客户啊？哦，周总，你记性真正有够歹咧！你这届客户啊，人是咧修身养性，迄是偌严谨的，无咧捌昏迷的呢。李定华，啊是你叫我请芙蓉来按奶贵宾，啊奶个？哎呦，这嘛已经无需要啊。芙蓉来啊，意思搞就好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先去找客户，我随到位啊。朱火炉，你叫周总把我骗来家，到底想要创啥？当然是食饭啊，啊，无来饭店，你讲是会出吗？你请的饭我唔吃，就算讲我伫酒店上班，我嘛有选择人客权利。你放手，你想要创啥？什么人讲你会当选择？只要钱开落，就会当买着。指挥啊！七百块。阿母啊，我这拄啊好。啊！你也来这个所在吃饭啦，哈！我也才要问你嘞，你骗芙蓉来这个餐厅创啥？啊，拄仔讲遐的话，是特地要讲给我听，唔哈？阿母啊，你真正是用的。你看你的后生啊，江大金啊，真正是有够高义。莫怪这歹查某啊，专门就想要骗。进前迄个吴花，本来是我的查某啦。结果跟我避免以后啊，就去摸江大金的大腿。江大金就安尼起来袂，啊，怎啊？一个酒店查某，我瞒伊的身份，走去到江大斌的身躯边，想要创啥？啊啊！卡叔，这届伊哪个强骗？那是连续两届做火山孝子呢？那是去啊火山呐，烫到安尼啊，规身躯臭灰灰的呢。阿母啊，你拢唔知影，即爱做酒店的，你怪查甫人，迄是无咧客气。尤其是这白芙蓉，比起遐剥皮妹啊，互因连车尾顶就拢看无。迄唔那是啊，查甫人啊，将皮剥掉以外，连骨头拢去了了，无咧剩的啦。迄叫做万劫不复。无你想看卖啊，迄祖宗，哈，有家庭啊，
既然为着伊啊，想要甲包养啊，你敢知影讲安尼就偌厉害啊？你气煞袂啦，哈？安怎？开酒店袂用的，无偷无抢，正经伫咧趁钱哦，无参像你啦，靠查某人伫咧趁钱。哦，你就是我唔知哦，你专门伫咧弄查某人的滚卡伫咧趁钱的啦。你袂晓尊重人，我替你老母假死你了。好啦，阿母啊，我这是好心咧，甲你提醒呢，叫江大金都要注意了。我江大金伫咧交女朋友，我会处理，免你加步啦。好，我真正叫做好心去啊，雷金。阿母啊，你真正老糊涂啊啦。啊好啦。规定吼，你要安尼，恁兜起啊，不甲乱糟糟，迄恁兜的代志，甲阮兜也无关系。啊，是嘞，我唔是跳到我骂你，开酒店就开酒店，啊，敢讲你做恶的，出卖家己哦？我知影什么叫做洁身自爱，我唔是随便的人，请你相信我。拄仔食吼，我听周总伫咧讲啦，讲约你出来食饭是真无简单。我相信你唔是安尼啊随便的人。人甲人的中间吼，都爱真诚对待，这点你都爱加的。其实我头一次去恁家的时阵，我就想要跟你讲啊。啊，不过大金嫌我做事寡，我在想，大金较了解你，可能是我的职业会去犯着你的禁忌，我都唔敢讲啊。总共一句，是我家己无勇气，我欺骗你，是嘞。你是真心要跟阮大金来往？你若真心要甲阮大金交往，那呢我一个条件：酒店的头路辞掉，换一个环境。以前我拢未计较，也毋过为着你甲大金将来的幸福，为着大金的民主婚姻，我希望你哦无法考虑。妈。你连芙蓉也请过来？不是啦，我只是来跟阿母讲一声母亲节快乐。我酒店有代志要处理，我先来走。好，爸，所以你今早芙蓉去酒店要吃头？知影会安怎？连你也咧骗我，啊！他几岁的人啊，会欠捌代志有影？好啦，啊，其实哦，我是惊讲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有啰代志吼，以后再讲啦。恁哥哥咧等啦，先来吃饭啦。你袂当让任何人影响着你的心情。我的报价单呢，是放伫倒。你若真心要甲阮大金交往，那呢我有一个条件：酒店的头路辞掉，为着你甲大金将来的幸福，为着大金的民主婚姻，我希望你哦无法考虑。芙蓉，过日你甲张大金无可能有结果，你敢有需要因为阿母所讲的话影响着你的心情？你只要好好珍惜你家己就好啊。
夫人拄才要离开的时阵，那表情怪怪的。敢是因为妈知影伊咧经营酒店，有甲伊讲什么话，所以才有伊咧表情。我感觉应该敲一下电话，甲关心一下。现在又打电话给伊，一挂多余的关心哦，若是会产生误会，甚至对我还有期待，安尼真的不是造成反效果啊。小姐，你好。你讲啥？医生临时要出国开会，只有明仔载有闲。好，就麻烦你替我改明仔载。看起来，月下老人我很易看不到红色。真着急，要找电话甲大金联系。妈，现在头壳已讲着，想我是要怎啊？有王爷安全才是上较重要，卡一个电话甲关心者，反正就这严重。你头啊！已经预约明仔载早起九点，光辉医院妇产科来签手术同意书，芙蓉。